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晴，最高温度7度。过几天我们就要搬出去了，进行我们房车旅行的开始。先是在南部转转，慢慢暖和了以后再往北部走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。老伴儿心灵手巧啊，自己用一针一针线缝了一个小东西啊，给大家分享。到车上去看看啊，这个是前面的一个大的天窗。冬天冷啊，夏天热，因为冬天这个容易冷清空气进来，夏天呢热气进来。厨房里面这片有排风扇，这也是容易进风的。这个就是洗澡间的一个天窗，这个厕所里边也有天窗，这跟厨房那个天窗是一样大小的。废物利用啊，用手工把这个小海绵，这个海绵的薄，它用两个海绵缝在一起，然后做成一个个的保温层。这是这个小的，这个是前面那个大天窗的，这个呢是厕所那个，这个呢就是洗澡间那个，这个呢是儿媳妇从网上订的，也是从她这个来的灵感，这个东西就自己亲手做了一个，又省钱，在家里没什么事嘛，在这周末就做这个，都是一针一针线的缝的，自己动手啊，缝衣足食，冬天防寒，夏天防暑。这是保温材料，夏天的时候看看效果如何。我先装上以后让大家看看。现在我把它堵上了，你看看，现在外面的光线进来的很少了。这是大的天窗，当然还是买的这个好，因为这个是海绵厚，密封性更好。哎呀，这是开个灯能看见，这密封性还可以。这个呢，哎，这就是老伴儿的成果。反正比没有要强啊，这样能就这个冬天少开点暖气，夏天少开点空调，节约能源。好嘞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